02-02-07-002 授予庄红海 IOWGCA 国际鉴定专业委员会公章与 IOWGCA 国际鉴定专业研究院公章，组织开的 IOWGCA 国际鉴定专业委员会与 IOWGCA 国际鉴定专业研究院的工作，授权组织 IOWGCA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，特此授权2021年2月今天几号？2月7号。